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美容院的皮肤护理，如此方便的体验现在可以实现了。近日，来自韩国的某高端皮肤管理品牌以真颜秘境 Space Beauty 为主题，在上海举行了品牌发布会晚宴，品牌代言人韩国人气演员金秀贤和朴敏英亲临现场，为活动倾情助阵。退伍后首次现身中国的金秀贤以一身深色系西装亮相，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成熟男神的魅力。而谈到与品牌合作的契机，金秀贤则俏皮地跟大家开起了玩笑。예그렇습니다아그래도제가어제상해에도착을했었는데예어제이제제가잠을자기전에예한번제그사실은그제품을한번사용하고온얼굴이거든요아예그렇습니다무엇보다이 LED 마스크가사용하기가사용방법이워낙에편하기때문에凭借来自星星的你，独角兽一角火遍亚洲的金秀贤在中国也获得了巨大的人气。前不久刚客串了 IU 主演的《德鲁纳酒店》，镜头不多，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小激动。不知道他退伍后的第一部作品会是什么呢？对，최근에는 TBC 광고촬영도있었고요그리고무엇보다이제또중요하게차기작들을열심히공포하는중에있습니다조금만더기다려주시면이다음에는이제작품으로다시인사를해드릴수가있습니다结束了陆武的空白期，大家都在期待男神退役后的新作呢。虽然还不能看到金秀贤的表演，但可以先来听听他想对中国粉丝们说的话哦。아예오늘이렇게너무너무오랜만에인사를드리게됐습니다예상해에서 TBC 런칭행사로이렇게오게돼서너무영광이고요예그리고어제제가공항에도착했을때에도항상이렇게올때마다뜨겁게환대해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합니다예또앞으로도계속김수현에게도또 TBC 에게도많은관심과사랑부탁드리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活动当天，女神朴敏英一身白色蕾丝长裙的亮相，古典风的造型看上去像童话中走出来的公主一样美丽，仙气十足。能保持这么好的皮肤状态，朴敏英可是有自己的秘诀呢。Dear Pure Care， 这是 DPC 一直传递下去的品牌精神。我比较喜欢 LED 面具使用感受和在美容院护理一样，我的皮肤很有光泽。美丽又可爱的朴敏英，中文诗集也是相当的圈粉啊！这里有一份来自女神的表白，请注意查收哦。期待两位实力演员快点带新作品来跟我们见面啦！中国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朴敏英我非常开心这次能来到中国，我。今后有更好的作品展现给大家，我爱你。腾讯娱乐上海报道。